怎么样？刚才秀累不累？你看，汗。Hello， 心雨。碧晨，碧晨，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的 look 吧。这裤子是我的最爱，我觉得我平时就喜欢这种裤子。觉得其实今天的 look 其实很简单，很舒服。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一件简单的白 T 恤搭上一个西裤，然后这个西裤其实它是比较像 Vila， 有一点点小的开叉，然后配上一双高跟鞋，就是中性当中有一点女性化，这样简单舒服，适合自己。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衬衫嘛，然后袖子这有一个扩口的设计，然后这是一个连衣的裙子。今天这件是 undercover 的包包，就是我喜欢的复古的东西吧。你的鞋子很美，裸色的。对，有一点就是带裸色吧，就是背带裤嘛。你的鞋子还蛮有特点的。对，是一只兔子。包是一个就是挺金属的。平时出门前要花多长时间啊？大概五六分钟，然后穿好衣服就出门了，也不太化妆，戴个帽子。对，为什么要戴帽子？因为太阳，现在是夏天，太阳紫外线很高。然后还有可能会戴一些首饰，然后比如说耳环、戒指。这身衣服的打扮其实用的时间是最短的，然后衣服也不用熨，就是啪啪啪穿上。我最重要的单品就是各种 T 恤和裤子，拖鞋是我的最爱吧。我球鞋穿的比较居多，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家球鞋随便往那一放，然后觉得配任何的衣服都可以。我有些时候喜欢穿那个白衬衣或者是黑衬衣，这两件然后搭牛仔裤或者搭一长裙吧，它都永远百搭。最近入手的一样时尚单品，我最近买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耶，好久没有逛街了。买了一个也是金属的那种，挺可爱的一个。我最近带了背环保袋，对，因为我觉得它很轻便，然后你就可以不停地往里面塞东西。觉得穿衣灵感其实也可以来自路上很多普通的路人或者就是素人这样子。很多东西其实并不一定你喜欢它就适合你，你要学会去把它混搭穿着在一起。我会因为一部电影喜欢这个造型，但是我穿一穿突然觉得不适合，还是脱下来算了。